姚明最霸气的四张照片，单手得扣大本，单场改帽奥尼尔544，怒推新西兰后卫姚明。曾经在带领中国队跟新西兰男子篮球队的比赛当中，惨遭对手中锋的隔扣。要知道，隔扣姚明真的是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，但是隔扣姚明的中锋并没有炫耀，反倒他们的后卫看到后跑过来跟姚明撒野，姚明当时就把他推倒在的，小矮子又不是你个口的，你跑过来撒什么野。三，单手劈扣大本。 NBA 的防守悍将本华莱士，大本当年可是单手帽三奥尼尔的人，但是新秀时期的姚明在底线背身单打大本，然后接着一个转身单手劈扣，十分霸气，大本根本就扛不住姚明，能这样欺负大本的估计只有姚明了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。二，专门欺负霍华德。姚明在 NBA 中真正的中锋对手估计就只有奥胖一个人，而被称作小鲨鱼的霍华德则经常被姚明欺负。霍华德面对姚明的时候，是防又防不住，打又打不进，有一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感觉。姚明的高度和投篮让霍华德十分头疼，有姚明的年代，霍华德都不敢称自己是第一中锋。一，单场盖帽奥尼尔。五次，姚明的一生之敌也是一生的好友奥尼尔。奥胖和姚明的每一场比赛都会成为场上的焦点。当年巅峰时期的奥尼尔遇到了新秀时候的姚明，虽然奥胖在得分方面是力压姚明，但是姚明也能在一场比赛当中连续盖帽奥尼尔五次，这样的事情也只能姚明才做得到，别人想盖帽奥尼尔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